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NC Channel. 我是 NC 小叶叮咚叮咚，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第一集强制介绍的影片啦。在这个系列影片中呢，我将会为各位会诊并解说各个武器的详细基础情报，并根据亚洲区的整体游戏概况来给出自己的建议配置，让各位可以有个参考哦。好的，那么就废话不多说，赶快进入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主角，人称新手福音的 M4A1 吧。好，那么首先就先从它的机瞄开始说起。基本版的 M4A1 的机瞄是属于针孔式的瞄具，后方罩门以鬼环作为设计基准，前方的准心则是以常见的三柱形式，其余不同蓝图中还有后方罩门较大的方形鬼环版本以及提把型机瞄版本哦。那这种机瞄呢，由于现代鬼环的设计，让使用机瞄时不易被自身枪声挡到视线，加上罩高的射速使得容错率比起其他的武器还要来得高，所以要是完全不打算打中远距离的话，我个人是还蛮建议不装准镜，将配件栏位留给其余配件的哦。那再来说说后坐力吧。虽然之前也经过几次的调整，不过 M4A1 的后坐力大致上为垂直了，并且在击发至大约第15颗子弹时开始有较大的右偏后坐力，整体来说呢算是很好操控的后坐力图形。而枪支的基础伤害依据敌人的远近分别为28、22以及18，也意味着不打头的情况下，在多人游戏里击杀一名敌人需要击中4-6发子弹，而在窝众中呢则需要击中9发子弹。那当然枪支的射程也会因为装备上的枪管、枪口以及不同口径转换弹药而有所变动，那这个后面我们会再提到。而因为之前 M4 被官方 nerf 过，以至于原本 1.6 倍的爆头伤害被下修至 1.5 倍，所以现在想要在多人游戏中击中3发就将敌人击杀，则必须于4发杀的射程内打中头2颗再加身体1颗才可以，在窝众中想要以6发击杀敌人则必须全部打头才行。M4 的基础射速为 820rpm， 也就是说不打头的理想 TTK 依据射程会是220毫秒、293毫秒以及366毫秒。而在有击中头部2颗以上的情况下，理想 TTK 则可以进一步的缩短至146毫秒。但在窝众里由于总血量最高为250滴血，所以射程内理想 TTK 则会是585毫秒，爆头理想 TTK 则为366毫秒。所以呢，在近身交战时，若是可以精准的击中敌人头部，很容易就可以瞬间反杀使用冲锋枪的敌人哦。那 M4 的机动性数值在举枪瞄准速度上为250毫秒，基础跑射速度为266毫秒，而战术冲刺的跑射速度则为400毫秒。持有 M4A1 时，玩家基本的移动速度为 95%， 在瞄准状态下的移动速度则为 50%， 补弹时间为 1.4 秒，搭配上快手后则为 0.99 秒。那为怕各位不清楚，在这边先小小的说明一下，举枪瞄准速度是从腰射状态切换至瞄准状态的最短时间，而跑射速度则是从跑步状态到可以开枪的最短时间。那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会说自己已经按下了开枪键子但却没有出去的原因，那便是因为相比走路冲刺状态下要立刻开枪还需要有一小段的跑射时间哦。那各位可以从以下的比较影片里面看出两者的差异在哪里。好的，那么接下来呢，由于枪管相比于其他配件对于枪支整体的表现与发挥影响较大，所以就让我们来一一检视一番吧。首先呢是我们的 FFS 11.5 英寸突击队枪管，那这个枪管呢可以让举枪瞄准速度提升大约 15%， 并加快 2% 手持武器时的移动速度，但是代价则是降低了子弹速度并使其后坐力加剧。子弹速度基本上不太会在一般场造成影响哦，通常会是像在地面战争的地图或者是 Warzone 里的地图你才会注意到它的区别，但后坐力的部分呢相比原始枪管大约提高了 10% 左右，所以在对上较远会有良好掩体的敌人时则会有些弱势。而下一个经典 MB6 掷弹兵枪管，这是 M4 可以装配的枪管中最重的一个，
不止降低了瞄准速度 15%， 还降低了 4% 手持武器时的移动速度，基本上已经接近轻机枪的移动速度了。不过如此巨大的缺点却让这支枪管提升了高达 40% 的 M4A1 伤害射程，并且加快了子弹速度，且减少了大约 10% 的后坐力。而 FFS 14.5 英寸的战术精简枪管则是提升了 7.5% 的瞄准速度，并降低了子弹速度。相比突击队枪管，战术枪管的子弹速度要快一些，不过整体来说其实差别并不大。而下一个 Corvus 客制化射手枪管则是提升了 30% 的伤害射程，加快弹速，并同时减少了大约 5% 的后坐力。但是我们的瞄准速度则是降低了7.5%， 同时移动速度也降低了 3% 哦。那接下来最后一个 FFS 12.4 英寸掠食者枪管则是装配上了内置消音管，并加快瞄准速度 7.5%。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弹速降低且枪口动能较差，这个枪管似乎可以稍微减少一些后坐力哦。当然也有可能是我手测时测量错误，不过呢，这边还是稍微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件事。好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差不多是 M4A1 比较重要的一些资讯。不过在进到推荐配置之前，我们还是先来说说 NW 这代特有的转换弹药配件吧。首先呢是 9mm 手枪弹转换配件哦，可以让原本作为步枪定位的 M4A1 成为中近交战的冲锋枪。与普通步枪不同的是，冲锋枪通常不只有打头才会有伤害加成，打中躯干也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增伤。那这点在装备上了 9mm 子弹的 M4A1 也同样适用。而 9mm M4 在基础伤害上依据敌人的远近分别为22、16以及14哦。那躯干伤害加成为 1.15 倍，加成完后的伤害分别为25、18以及16，击杀一名敌人所需的子弹数为4颗、6颗以及7颗，而爆头伤害则是高达 1.6 倍，分别为35、26以及22，击杀所需的子弹数最低为3到5颗。那虽然看起来似乎与 5.56 子弹差不多，但 9mm 转换弹药可以将射速提升至 1021rpm， 也就是说在击中躯干的情况下，依据远近 TTK 分别为176毫秒、293毫秒以及352毫秒。那若是全击中头部的话，理想 TTK 则可以降至117毫秒，且32发装的弹夹补弹速度为 1.3 秒，比起 5.56 的弹夹还要快上一点点。加上由于射击的子弹口径较小，后坐力也比较缓和，可以说是非常漂亮的数值与表现。但是在射程上 9mm 转换弹药可就没这么 OP 了，15公尺后伤害便开始递减，26公尺后击杀敌人的 TTK 就已经来到了352毫秒了。所以虽然说 9mm 转换弹药在近距离可以让敌人措手不及，但只要稍微距离拉远一些些，威胁也就降低了许多。而除了冲锋枪弹药之外， M4A1 还有另一个 .458 SOCOM 转换弹药。SOCOM 弹药在基础伤害上依据远近为48与41，所以在多人游戏里不论距离远近，只要打中三枪便可以击杀敌人，而在窝中里则会需要6发。那它的爆头伤害则是77与66，那在多人游戏里只要击中头部一发便可以打出2发杀的瞬间击杀，但在窝中中却必须要至少命中头部3发再加身体1发才能击杀敌人哦。然而如此强大的破坏力一定也会有缺点，首先是我们的射速被降低至 652rpm， 也就是说即便理想 TTK 会是184毫秒，击中头部的理想 TTK 更是低到92毫秒，且补弹时间也只有 1.35 秒。可是由于 SOCOM 弹药只有10发装，加上后坐力的急剧加大，使得在使用 SOCOM 弹药上的容错率与泛用性变得极低哦。那这两种转换弹药在我个人的意见中，不论是多人还是窝中基本上都不是很推荐哦。虽然说各有各的好，且有时也会有令人惊艳的结果，但总体来说 5.56 那一头子弹的泛用性还是胜过其余两者哦。好的，那讲了那么多，接下来便是各位期待已久的推荐配置的部分了。首先是我们第一组的配置哦。那这组配置呢，主要是 focus 在近距离的快速交战，利用 M4 在近距离的高容错率与短 TTK 来加强近身接战的对枪胜率。
斑点握把与5毫瓦雷射可以将 M4 的跑射速度最大化，使其在开枪延迟上不会太容易输给冲锋枪。同时高功率的雷射还可以进一步的增加腰射精准度，弥补了步枪在贴身腰射时的不稳定性。而由于此配置并没有在枪管上做修改，所以消音器则选择一体成型，以增加一些射程，虽然幅度并不大，大概只增加个几公尺，不过配置本身瞄速也不算低，所以便选用一体成型。而突击队前握把虽然会稍微降低移动速度，但却可以在不减瞄速的情况下降低枪支射击时左右晃动的幅度。那大家也都知道，左右的后坐力会比起上下的后坐力来得难处理的多，所以基本上不论是哪种配置，我都很推荐这个前握把哦。而最后无枪多可以再进一步的加快瞄速，且最重要的，它可以在不减弹速跟射程的情况下，让使用该枪时的移动速度变快。而这个移动速度指的会是整体的移动速度，包括跑步、走路，甚至连瞄准时的移动速度也会加快，算是一等一的神配件了。不过它的缺点就在于不讨喜的外观以及加大整体后坐力的问题了。所以呢，要是对中近距离的压枪不太有自信，或是很不喜欢它的外观的话，也可以选用入侵者枪托，在瞄准时保有较高的移动速度，也可以确保精准射击时的机动性哦。而讲到这里呢，先跟各位小小的科普一下，后坐力稳定指的会是影响开枪时左右晃动的幅度，而后坐力控制则会是影响上下为主的后坐力幅度。网络上有很多人做过相关的测试，也有很多种结果，不过我个人测出来的是比较接近上述的情况。好的，那第二组的配置则是我个人最喜欢用的高度泛用型配置哦。那这个配置在多人里算是数一数二的霸权了。两种重型枪管大大加强 M4 在中远距离的伤害与稳定性，搭配上无枪托和斑点握把在瞄速上的辅助，使得这个配置在近远都可以取得平衡的机动性。而装备上的差别，我会说要是打近多的点，那就使用射手枪管，要是打远多的点，那就用 M16 枪管哦。不过在选择上，我觉得可以以个人手感顺畅为主就行，不用太过于拘泥账面上的数值。那这边使用战术消音，则是因为射程上有枪管进行补偿了，所以就不太需要一体成型那只有几公尺的射程 buff。而最后，因为重型枪管两者都提供了优秀的后坐力控制，所以突击的前握把我觉得可装可不装。真要分的话呢，大概就是配 M16 的时候不装，配射手的时候就装哦。好，那么在影片结束的最后呢，为了顾及可能有些观众会想要玩一下这个转换弹药的部分哦，所以这边提供两个我在窝众里面觉得还算蛮好玩的转换弹药配置，可以跟各位去游玩哦。好的，那么我们迟到快半年的第一集枪支介绍就先到这边。如果你要希望看到更多的枪支介绍的话呢，别忘了留下你的喜欢，并按下订阅、点响铃铛，别忘小叶把影片分享出去，让更多的玩家知道这些新知哦。那么我是小叶 ，I'll see you guys on the other side， 拜拜。